大爷霸气十足，结果为了逃兵，老帅都不要了。上马，干嘛？起兵。好。来出去。小炮。小飞起来。出。上马。进，来出去，什么？前两招啊，快走！就这里，跑回去了是吧？吧，放一放。绝呢？为啥不打绝？上了，哎，就是，我才讲我的绝给放了是吗？没错。绝，开我的炮！去绝吃吗？拜拜来吃啊！熊河，进。叫上
起泡。停。送你个泡，为啥不吃呢？哎，江兄。啥？还上炮？炮！我去！你炮！难吃！哼！来上吧，快回来！对了，上。你打我小兵，我就打你的吧。是小炮。将军。再打还是尽管找的是吧？别找啊！哇，这么好的虫子，还是尽管来查。怎么样？老妈都萌萌的吧？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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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事都没有。打掉，记住你行不行？行。这怎么事？东方太阳升起，晚上好，美女。谢谢各位老铁，晚上好。可以测个试，教你一个，测个试，来，让你说。放弃肯定少是吗？说一说，怎么试？拆掉。谢。将军。快下来。急进驻兵。快回来！是你上将军来，进来，我上回来。快点上！真炮！回来！
姑娘一跑。进去。宿舍。啥啥？回吗？有。回来，进去，来，把鸡皮，回来，好人吧，主子。直接视力砍掉怎么样？好，申炮回家出去，你怎么样？好，他叫我又不接，就中帅。记得混吧下骑兵回来起炮我信上出名进进跳让你跳小兵做花心教我还是不教练没治了没治进大哥没治了想举起来